投资型诈骗。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？事实上，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，吸引被害人上当，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，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。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，随即卷款而逃，千万别上当啊！轻松致富多陷阱，脚踏实地最实在。